十年来，我每天都在访问自己，我们奇异鸟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？我们是要做时代的领导者，还是随风直流的纸皮小船？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之路，一条充满挑战与坎坷，一条安逸现状与安逸。但对于奇异鸟来说，去挑战和克服困难的经济才是我们企业存在的价值和意义。只有持续不断的创造与创新，才能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，让人们提高品质商额，这就是品牌发展的愿景。置身于这个充满活力创新的企业当中，我明白了这份工作的意义。作为互相成就的合作伙伴，我们脚踏实地开拓创新，展示出我们身上的光芒，这是对企业的尊重，更是对自我的要求。明确目标，奋力前行，永远保持着忠诚敬业。成立工厂20年，创立品牌10年，我们在时代的列车里不断摸索企业的百年发展方向，从04年的首家双卡双待，到12年的苹果授权制造商，再到04年的奇异鸟品牌创立，每一个转折点，我们都砥砺前行，不忘初心，但羡慕落地，次次是挫折。从电动牙刷系列的宽刷头创新，到首家魅晶冲牙器的诞生，这背后都是以医学为基础，客户健康为目标，何不是个夜晚的独自对白，一点点连结而成的。因为我们相信，没有最好的产品，只有更好的产品。目前奇异鸟已经销往至世界各地，为超3000万名用户提供专业有效的口腔护理方案。你怎么会去想去做口腔护理这个事情呢？我自己本身就是敏感牙，在刷牙的过程中遇到冷水以及热水，它会有点痛，还有出血。当我在跟口腔医生交流的时候，他就提醒我说，如果你也来做一点牙刷或者口腔类别的话，对你自己有好处，然后又能够帮助到别人。正如我们的 slogan 一样，只在乎你。奇异鸟的使命是提高全球人类的口腔健康，我们深知其路途之困难，步伐之坎坷，但我们的信念也会更加坚定。品质是企业的生命，这是我们常挂嘴边的口头禅。我们只有一切以用户的角度出发，去感知生活的细节，才能做出无微不至的产品。科学、严谨、有效是口腔护理产品的刚需条件，也是我们每个研发人员的共同信念。奇异鸟始终致力于突破传统技术，挑战常规跳板，拒绝墨守成规，以匠心精神造物。目前已经获得超过120项的发明专利与实用专利，全系产品不仅通过了质量体系认证、医疗体系认证，还通过了 CEFCC、ROSE、FDA 这些国际认证，并且我们每个产品出厂之前都会做38项可靠性检验和2项100%全检的验证。作为研发者，这份职业赋予了我许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引领着科技进步的步伐，创造出让用户零成本学习的口腔护理产品，从而提高了每个人的品质生活。这就是奇异鸟品牌的愿景。作为顾客最近的沟通桥梁，与其说我们是客服，不如说是顾客的排忧者，想顾客之所想，急顾客之所急。从售前咨询的答疑解惑，到物流运输的全流程跟进，再到售后处理的质保服务，每项环节我们都是以顾客至上的理念，高效且耐心的去处理客户遇到的问题，致力给到顾客最满意的购物体验。因为服务客户是与产品质量相辅相成的，两者缺一不可。